特別申報報告，因為女子違反政府令人危，施壓與他人溝通，懷疑他與多個被違反政府組織有關，政府為保護人民安全，已經將該名女子當場處決。有一個無辜嘅人被政府處決啦，原來同人傾傾下偈都會被評定為反政府組織有關。 一句反悔嘅機會都冇，就被處決啦。究竟幾時先可以脫離呢種監視？究竟幾時先可以擺脱呢種控制啊？